PNC 这是谁被放倒了？明明被放倒了，小左。这边应该可以，这个位置应该可以扶。哦，一个低抛白，但这个白应该白不到的，因为还有一堵墙。这边往右拉，这边有点看到了。哦，一滴血没有打死。这边一个雷，那波四打四。哦，这边小左一颗雷直接炸倒，那么这边还有一个加固点，一个三倍的 scar。哦，好马，我有这接一枪头啊！但这边周平一个拉车，现在直接打倒，现在 PM 打倒两个，现在优势来给到了全兵队。那么经典的话，这波 SKS 怎么说？哦 ，SKS 应该玩不了了。这边直接把枪丢给队友，队友没有捡。哇，这个队友真好，直接丢枪。啊，这边直接清过来，小左再复人一个天枪，哎呀，没有打过。好，队友补枪打掉，没什么问题。现在就剩最后一个人，也没有道具，没有道具的话，这波应该全兵队优势巨大。不，还是恭喜 CNPC 啊 ，CN。PNC 兄弟们啊，所以说打完都是直接补，这边圈型给全明星就刷出去了啊。这边今年，哇、哦，这个顺爆，哇、哦，这是谁？明明啊，不愧是 New Happy，New Happy 对于道具的运用还是非常好，这个直接塞到了 L 叉点上，直接给他炸死。啊，这波周平想过去拉枪线，但是被 EMI 站上来直接给打了一个过点。哦，小左的话也是被 NG 给打倒了，小左很难受。前大将军跟小组这波真的很难受，直接被对面秒了，没有一点点操作空间啊！这边就剩小鹿跟明明，但是今年还有个载具，有个载具的话，应该还可以进行下一波转移。现在所有队伍都在卡全边啊！现在不管是国内队伍还是国外队伍，对于圈边的这个执着都还是很执着的啊，不会给你太多的机会，啊，该给你该卡还是会硬卡的啊，不会因为你这人多还是说这个枪线好就不对你进行一个这个干扰，啊，这边也是直接给 LX 无伤清掉，啊。这边全明星队进圈现在很难，因为全明星队现在脸上有两个三人队的，有两个三人队，还是得用车吧，不用车真过不去啊。哦，这边选择老六往前摸，但是 EMI 这个他们这个踩位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这个踩控圈边啊。哦，当然有个人去舔盒子去了，这个舔盒子的会不会被小鹿抓到呢？哦，小鹿看到了，一波打，直接打掉，没什么问题。现在场上是一个三打二打二啊，这边吃了远点枪线。那明明因为小鹿把这边打倒一个，所以说明明直接开了过来跟汇合，直接圈边开推啊，没什么问题啊，直接圈边开推。继续往前走，这圈边压力很大，这真的靠很硬的枪法才能把这个圈边推出去啊，不然推不出去的啊。哦，又是一个雷，这把不会又 NG 一次了吧？两个开推嘛，两个怎么就不能推了？它代表了 PCL 的希望 ，PCL 希望之光，这四个人是啊。继续往前走，封一个过点烟。EMI 这个是扶不了的，现在相当于场上是一个三打三打一打二，这个独狼也是被架死了，就是吃雷直接选择往左拉，换一个位置。那这边NM直接来清，哦，看了一个头皮，哦哟，这个枪没什么很难打，这边只能过点枪，能不能先混到左坡？混到左坡的话可以有操作空间，哦，直接硬混，我一个雷扔进来，哇，这个雷
哇，这个雷跟踪导弹呀、啊！你这个雷，我的天哪、啊，几何雷啊！这雷给他炸死了。那这边小鹿跟明明也相当于是因为这个独狼死了，说小鹿跟明明可以右侧清边。这个跟踪雷直接给他炸懵了啊！就相当于打英雄联盟一样，走位走位走半天，还是吃到了那个大招啊！这边经典，好、哦、看那个头皮，看到了，小鹿应该看到了啊！看到别哦，对面没道具，直接切锅啊！一个白扔过来，直接点，这是个全白，哎，五点啊，远点上来一枪头，换一枪头，明明直接往前点，远点有个加枪的，先把经典这个打掉，这波就赢了，靠那个背身。直接打掉没什么问题，继续往前顶，先补。好、哦，这边吃了一个白，这个白好像是小鹿扔的，小鹿的白给明明白到了。这边椅子远点一个加枪的，现在场上是一个三打二打一。那、我说的牛 happy 不对，牛 happy 都来了啊！这把 PNC 吃了啊，兄弟们。经典的话 ，NG 在清 NM 的独狼，这边开始扔道具，护人，顺爆看着头皮，这个雷一个顺爆能不能炸得到？哦，被树挡了一下，只炸了13滴血。这边左边直接往前顶，这个白白到了自己，趴地上趴一下，等一下白的时间，站起来继续往左拉。哦。继续扔白往前顶，看到头皮直接打啊，没什么问题、啊、跳喜欢跳啊，看来不仅是国内选手啊，国外选手也喜欢玩这个，这个明明直接拉一个侧身，看那个背身，好、啊、上来一枪头，继续小 pick 直接打一个，我、哦、又一枪头，明明啊再打一个啊，恭喜 PNC 啊，